咱各位学员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好哦，咱们有冷无？哦，都冷吼。哦，尤其阮像我这款屏东来，特别惊冷。我已经迄个感着啊，所以开始闹冷喵喵。但是吼，虽然拢真冷，但是窗仔门莫拢关甲巴巴呢，爱留一旁啊喘气哦，吼。啊无，等下来滴阳气不足会度孤哈。那么，当我咧讲安尼，大家大家拢听有啦吼。听无，我举手我看卖者，拢有啦吼。那么，咱继续来讲哈。那么今仔日大家较辛苦了。啊，昨暝睏有好无？无介大声，我知影正常。大部分我也拢睏无好，因为我来遮百几摆啊，吼，我嘛是第一暝拢一定睏无好，吼。啊，昨暝就想遮冷个应该无梦啊，结果佫有一两只梦咧吼，啊，我若有一只梦伫我边仔咧吼，我就歹睏啊。敢若有咧威胁性，敢若伊要甲我电啊，要甲我攻击安尼吼。但是恁下暗应该会着加做好睏，今仔日甲你操几工吼，下暗着做好睏啊，吼，同款，我下暗我着较好睏。过来，咱继续讲，台湾总统陈水扁即句话唔对，吼，啊，咱要安怎改？对了，唔对。其实台湾唔是国家。所以就无可能选出一个台湾的总统，吼，因拢是伫中华民国流亡政府体制内所选出来，所以是中华民国流亡总统吼，陈水扁，包括李登辉嘛是哦，啊，虽然李登辉是台湾人，陈水扁嘛是台湾人，但是你伫咧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的体制下去甲伊选。你算出来就是中华民国总统，哦。正安尼讲啦吼，我昨你讲个讲，啊，即等于咱日本吼，啊，拢日本教吼，教起底来无？啊，咱九国个领导人头人，才走去敌国去甘人选帝王，哦，去选着，阁去选着吼。即我想到一个柯文哲讲的迄个故事啦吼，伊讲动物王国要选一个国王，啊有三项评分标准，看每一人每一人拢满分四十分，哦你若上高飞四十分，上高走的四十分，上高收水的四十分，我本来呼声真高的就是讲万兽之王了吧。狮啊吼，狮子。我啊，即马一个开放，我遐动物在票选，到尾也上选冠军起来做万兽之王。你敢知影？鸭子无唔对，是哪？鸭子，迄、那个狮啊吼，伊要休假。不是算要走第一名，啊！但是伊袂晓收水，袂晓飞。啊！老鹰咧飞行掠咧迄个捕猎动物嘛是第一名，因为呐，我伊咧飞的速度咧俯冲咧掠物件吼，足够啊，所以四十分。但是伊也袂晓收水，吼、啊。那么鸭子，你讲用收水也会？要走也会走，吼、哦，啊，要飞嘛会飞，我煞伊三个加起来，伊分数煞上悬，啊，所以，这个笑话吼、哦，我感觉讲，咱上基本，先啊，咱为小学爱一直读到大学，拢咧讲个这一般讲通识教育，其实到大学，你较知影讲，你所学的这基本的这。所学的东西，
才可以找一个专业的发展来读书书来读博士哈。一般是安尼啦哈，一般大学拢要个算一般的通知尔啦哈。那么，所以咱台湾人、日本的台湾人，唔通去加入中华民国体制来去参加选举，因为你参加伊个选举，就是在增加中华民国流亡政权在台湾的时间拖入长。因为我可能你看，啊，恁许管的这台湾人，嘛是加入因的阵营咧选一个，用民主方式选出一个流亡的中华民国总统。而且投票率阁又较悬，这就是国民党搞做这个世界游这个宣传，哈，那即马呐，比如总统大选哈，哪下个咧讲，咱赢无解决有可能会输，啊，日军的民进党就问嘛讲，咱差不多三趴，差不多差三趴呢，咱若甲哪迄边游1.5%过来，咱就赢。所以大家较拼咧，我拢两边拢等于甲级动员，所以安尼动员出来投票率拢差不多，那总统级别拢70%，好，啊70%对算出来结果全世界给你承认，但你若投票率低50%，全世界就有一个问号，啊你这无代表民意无过半数的人出来算啦，好，所以你若投票率遐悬，算出来佫拢是通牌卖就赢。全世界咧讲，啊，都恁台湾人欢喜，要国民党管嘛，要做通牌，将来要跟阿强啊统一嘛。你咧看2008年，谢长廷独派，跟通牌慢就算输200万票。2012年，小英，哦，三只小猪，是毋是气势足好？啊，恁有欠迄三只小猪去支援？小英的迄个募款嘛，啊，恁无吼？迄阵的气势还好，安怎讲会赢？结果输80万票，对不？所以你若去两场，你若甲当作统独公投，哇，咱输啊！来，台湾退出联合国，这边哪改？这句唔对。很简单吼，你甲想，台湾敢是一个国家？唔是嘛？你若讲要加入，用啥物基本的单位？国家嘛，你得还是国家，你唔可以当加入联合国。台湾唔是国家，所以就无可能加入联合国。就敢若讲，我潘良华，我将来唔捌入这个房间。啊，你讲我为遮，你看到我为这个房间行出来。台湾将来无加入联合国，那有可能会退出联合国。所以你讲，我唔捌入去这个房间，啊，你看到讲我为这个房间走出来、行出来，迄叫做啥？看到鬼，哎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唔是咱退出联合国，是蒋介石的代表被逐出联合国，嘛唔是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，唔是哦。全世界，你来讲哦。代表中国迄个席位，迄个刀啊、甲椅啊，迄个名牌 China， 不论你啥物政权，你毛泽东政权也好，还是蒋介石政权，那较早蒋介石政权咧统治规个中国，是蒋介石派代表去坐迄条椅啊。啊，即嘛蒋介石又阿强啊拍甲走来台湾，啊，即嘛全世界拢承认。毛泽东迄个政权代表中国政权，所以是毛泽东来派代表来解这个伊啊，那个 China 这个中国这个名牌拢无改，好。所以你甲看联合国2758号决议文是蒋介石的代表被逐出联合国，好。好，过来，1979年美国与台湾断交，张我已经讲过啊。台湾不是国家，就无可能去跟人建交，对不对？所以就无可能讲台湾国会去跟美国建交，所以就无台湾跟美国断交这个问题，是美国跟中华民国断交，这个爱
要注意，要了解哈。过来，中医，咱就话讲，啊，食西药唔好，爱来看中医，食中药。啊，即摆大家拢讲到做关系，但是日本时代，咱的许多人，包括拄啊电脑，咱是咪拢讲另外一句，汉医，对吧？包括即摆日本，嘛是拢咧讲汉医。中医是蒋介石来台湾了，他把汉医改做中医，迄就是要把咱的过去日本的思想拢要甲恁洗掉。因为较早无1911年啊，哈，无中华民国嘛，是毋是？所以中华民国产生的时候，咱已经许日本统治20几冬啊，对不对？那么因来为着要甲汉语日本人咧讲这个汉语改掉，就用因中华民国头前迄个中，叫做中医。啊，你若安尼，如果万一若像较早吼，有迄个越王勾践吼，啊吴王。哦，你若讲迄个国家，比如讲即马变吴国，啊，那来往那个改做吴医，啊，台语讲无医，吼、哦，所以中医就唔对啦，吼、哦，咱嘛是爱教较早日本用汉医，吼、哦，好，来，雷公拢讲歹人，好、哦，咱是毋有定听即句话，但即句话伫咱台湾唔对，我认为唔对。在台湾，如果要讲歹人，我也讲袂着，啥物原因？你敢捌食到中国人撤退来台湾了，引起政坛去布条啊，啊发条米，吼、哦，来给咱台湾人食，你敢捌食到？你敢捌看到中国农夫、中华民国流亡来台湾这些人在做农夫？无嘛吼，因、哦、台湾拢伫军公教这个系统内底。啊，有的是家己出去做馒头啦，还是卖所谓应该外省面哈，中国面。那么我来讲，伫台湾雷公讲歹人，即句唔对，我甲改怎啊？雷公拢讲台湾人，啥物原因？咱即马咧食的果菜啊、哦，水果菜甲米，啊、哦，包括。番薯啦、玉米，是毋拢咱台湾人去种植出来，尤其稻米。遐农民透风落雨，阮爸爸妈妈伊去带，透风落雨嘛是爱去田里巡田水吼、哦、做工课。我最近啊，我还捌穿了迄个蓑衣有无？我会作动诶，尤其若落雨，伊慢慢渗透吼、哦。我最近啊，我敢若穿顶半截着。我们拖土啊！安尼恁大家知影我的年纪啦吼。啊，所以你巡山水落雨，陈雷公跌来拢跌来咱台湾农夫。啊，因中国人落雨咧创啥？因伫眷村内底咧拍麻雀，咧包水饺，讲伊袂对啊。所以雷公拢讲台湾人。来，过来，不要啊！不要把无知当幸福，哈、啊！像各位，哦、啊，恁若还袂来遮上这个课，啊，恁可能伫国民党系统甲你教教，那万一你，比如讲你也好运，你找到好个头路，也是嫁到好翁，遮轻盈，袂烦恼个事。我讲啊，安尼就足好啊，哦。啊，像较早，阮爸爸、阮阿公迄个年代，哦，食足歹，啊，迄阵要骑脚踏车就困难，有脚踏车骑算好惹人啊。啊，咱即马有车有厝吼，国民党来甲咱管真好，伊刷卡，50-60年前，含即马咧对比，安尼唔对，你爱同一个时空来对比，咱即马
如果那迄阵无蒋介石的部队来，那美军入来直接占领，像琉球安尼，咱无通啊，遮衰啊，遮。咱迄阵已经兼日本的东京，咱台北市兼东，日本咧管台湾的时，咱是兼东京，差不多兼结束的。日本来台湾，管咱40冬，哦，1935年。咱台湾台北市的办世界博览会啊，安尼有厉害无？中华人民共和国，敢那到2010年上海才办上海世界博览会，安尼差咱差几年？2010差咱差不多75年嘛吼，1935年65个国家，2010给历史都差咱差70年。咱台北市办世博会70年后，中国人较有才调伫上海办世博，表示咱迄阵的水准，跟日本的东京、台办这大都市差不多了。你若甲较早日本时代空照图翕台北市，虽然就乌白，啊你卖写个附注吼，讲这是啥物所在，你的动作这是欧洲的。因为迄阵的台北市的真侪日本人来起的这建筑物，是欧洲的巴洛克式建筑物嘞，是拢有弧度的圆形的，唔是是中国来拢直线条的。你来看中国人来台湾，实际上也要甲日本遐建筑讲掉，因为因无在条起遐水啊。你来看日本在做起的条啊，大部分拢圆条啊，好啊。这个窗户拢唔像即款直线条，伊顶外是弧度的，对不对？你注意甲看，所以是弧度曲线对比直线条。中华民国来拢是直线条较济。你要做弧度，这爱相当的技术。你若无，你即个做陶醉的技术若无够啊，你也做袂开。所以因唔敢画弧度互你做。中国人来了，敢那出镜，吼、哦，啊，过来就讲因袂晓做。要做弧度的足困难的，爱开凿。但是因日本人来台湾，伊是要永续在台湾经营，所以伊慢工出细活，伊甘愿看做。迄圆的，你若圆的若做无圆，咱目睭呐辨别力足好。啊，小可歪去，啊，就无生意，啊，咱就讲啊，这功夫歹，对不对？尤其迄个圆条啊，啊是顶完迄个圆拱，迄你若讲阿门陀要甲剥个圆，相当的困难。你敢若要抹平，这壁要甲抹平，这介简单。但是你若顶悬像迄个啥落气象台，我迄个顶悬若要甲做圆，哦，迄个真正功夫，圆屋顶最困难啊。你来讲到遐，所以恁今仔来遮上课，恁还袂来，恁认为讲啊，安尼过得足好啊，是不是觉得有一点幸福感？就是讲，卖讲像这几年，恁若是阿扁啊。做总统那段时间，台湾人的幸福感、幸福指数上高，因为你安怎讲话，那个言论自由度足高诶，袂反而用力。啊，即马佫开始敢若有，咱家己也退缩。虽然准备总司令部已经裁撤啊，哦，伫今早解言了，但是咱台湾人佮即马心内要下一个小警钟，就是嘛，即句话敢好通讲出去，毋知迄个国民党厉害袂？还有那个心理齁。啊，你今天来这上了，啊，你知道说，哦，原来咱台湾人去用骗到这么多，哦，啊，这国民党是很夭壽骨，啊，这没来跟他抵抗，齁，来跟他拼还可以，啊，你就开始有对台湾有重担，你就说，我们要负起台湾人教育，重新教育我们周边的朋友，即个台湾人，你啊正常人应该你会发起讲，安尼我来甲我亲戚朋友讲真相，甲我伫遮所学的爱来讲给你听，安尼你开始就负担，好无？有一个责任感出来，啊，所谓责任感就是爱肩胛头爱担起来，对不？所以台湾人咧讲，这人有好无？肯不肯负责任，肯不肯担起这个重担？啊，真侪人拢讲啊，我无当无牌，来加钱过。
啊，我也不是民进党，我也不是绿的，也不是哪，我站在中呢。啊，那种的也可以说比较难听，或者投机分子。所以台湾有一句话说，西瓜挖大饼。我现在民进党比较轻呀，阿扁那时候，大家挖的民进党。好，像这阵啊，大家搁挖来为的，像那点呢，好，因为绿色执政品质保证。好，你那许立功的去做着，即个管局长，许做着着，国民党要搁提等等的困难。好，像屏东官嘛呢，好，高雄市嘛呢，高雄市一个谢长廷选着了，即马和阿局啊安尼，二十几年啊，国民党提袂动，而且是投票出来误那个差啊。投票率愈又愈，像即个陈菊赢，敢若到尾60万票，吼、哦。来讲，以后我无咧拍，无咧插政治啦，吼、哦。尤其遮个真侪公告人员退休落来，因就敢若过游山玩水，吼、哦，最欢喜做个工作。去庄卡要地地，家己做种，家己要食的，要养的物件。结果，伊讲我拢无咧插代志啊，我无咧插种地啦。吼、哦，啊，这就是敢若顾因兜好尔，无顾着讲所有的台湾人拢会当做个好过。吼、哦，你着较自私的想法啦。阮兜好就好啊，我公告人员，我退休金，也是我有月退俸啊。哦那么政治是公共事务，你不要插政治，但是政治会来给你插。所以什么人执政，对台湾人有差别吗？有，就是阿扁啊起来做总统了，唔靠有通啊发老人年金，哦，尤其发农给农民会当一个月5000块，所以真侪老一辈拢足感谢阿扁啊，讲这敢那是我。给饲一个足友好的后生，每一个月靠着主动就搞寄5000块，你把我开。你家己饲的囡仔吼，佫无在着，逐个月照时间摕5000块哩，对不对？所以台湾人，莫要国民党甲咱洗脑，讲阿扁也贪污，讲啥物海角七吼，讲贪污十几个，啊有7个寄倒转来。迄阵咱秘书长，美国的。甲秘书长讲，你去甲因囝陈志忠讲，叫海外的钱莫阁汇入来，已经迄阵已经汇100入来。秘书长接到美国的电话讲，请伊去甲伊讲。啊，迄阵我有参加跟伊做伫高雄，迄阵陈志忠要选高雄市的来市议员，还是迄阵立法委员。啊，美国嘛交代讲去甲。劝伊莫插政治，莫选，吼、哦，保持较低调嘞。结果，迄、那个有一个电台这个主持人嘛吼，就回想迄个啦吼、哦。啊，我哩甲讲的是，讲叫伊莫行动啊，啊叫伊莫选。结果，伊安那回答，嗯，啊那陈志忠莫选，安尼陈家吼，陈水扁因陈家的。政治生命就无去啊！哦，因了搁咧想讲因陈家的政治生命，伊无想讲全台湾人的生命安全、幸福，免啊保持，干那在想因兜的，啊阵阿扁也已经叫马英九吼，甲关入里头，监狱内底啊。中国人就上敖讲，伊家己贪污，贪比人较济。但是伊拢讲人贪污，所以阿扁啊，等马英九就任去哩，就去用限制出境啊，好无？马英九拄啊接任，就马上发布陈水扁，好限制出境，啊，就开始发动伊个媒体个抹黑，哦，就开始讲海角七有无？哦，遮个工课。所以阮去甲讲，迄阵阮有四个去吼，啊，伊唔听。钱阁继续汇入啊！你美国讲，你钱阁汇入啊，拄啊变作贱骨对无？你这合法的，中华民国叫你行动，你就真正行动啊！
那表示你这边啊，跟他讲要忏悔啊，无跟他讲查他查他意思啦。啊，我着偷给物件，比如我超商偷某物件，啊，即摆方发现着啊，抓着啊，伊讲啊，无我行李，行李就好啊。表示你有承认讲你是做唔对代志嘛？无你那都行，即人过来都过来，我来回转来，我来听你的。美国意思是安尼，你拢回转来，拄啊变作证据，拄啊关较久，关到即摆还伫内底，对无？爱讲，伊那个选举总共选两条，国民党原来想办法要甲掠落来，结果无唔对嘛，啊对伊选市议员。但这种选到市议员，无半年，敢那就许国民党用一个名义掠落来，啥物名义我袂记啊。所以但这种，就无法度做市议员啦，对无？好，好，不要把无知当成路，啊，这搁有一个故事啊，我来讲。两个，好，伊搞到两个，也好，兄弟啊。那么以前无闹钟，吼，也袂发明闹钟，所以伊拢两兄弟就相约说讲，啊，若看啥物人先起床的，啊，就叫对方，吼，做起来。哥哥若先起床，叫弟弟啊起来，来抬弟哦。啊，弟弟若先起床起来，哥哥来抬弟哦。啊，为少年抬弟抬到四五十岁，啊，这哥哥觉醒讲，啊，我不爱去抬弟啊，哦，放下屠刀。立地成佛，啊！就去念经、食菜、不，弟弟继续去抬弟。啊，所以呐，透早哥哥呐起床就起来叫弟弟，弟弟来起来，来抬弟啊！啊，那弟弟请个，先请个，来哥哥起来念经拜佛咯，安尼。结果两个八岁年老啊死，结果哥哥下地狱。弟弟上天堂，啊！这哥哥下地狱吼，甲阎罗王讲：啊，我拢念经拜佛，你奈甲我冲来，伫地到遮。啊，阮弟弟才上天堂，阮一抬弟咧，伊才上天堂。阎罗王甲讲：嗯，啊，你着怀着好心做坏事啊！你起床醒迄个，着是要叫人去抬弟啊，所以你爱下地狱啊！好，啊恁。弟弟是怀着好心做好事，好事叫你起来念经拜佛啦，所以上天堂。哦，所以今仔你会当来遮上课，你爱感甲你鼓舞，叫你来遮人，恁来遮是好代志。啊，若好心甲恁动讲，莫你莫来台湾民政府遮上课，台湾民政府是诈骗集团，对吧？啊，是怀着好心。恁今仔就长到即马来上，你有感觉我咧甲你讲假、讲骗术无？那讲我咧讲的这种骗术，你举手我看卖者。没有嘛，应该没有嘛。我咧讲的这种有历史的根据，好，冇事实的根据。所以迄个人甲你动工，啊，你莫来这诈骗集团。我甲他问一句话：伊本人有来遮上过课无？来遮了解阮直接咧创啥无？那不了解伊凭啥讲阮诈骗集团，对不对？啊，当然是怀着一片好意，惊你来遮了钱了时间嘛。但是我相信你来遮，你若有台湾意识，对台湾有疼心，有爱台湾，你若上遮去了，你一定想讲要甲遮真相来广为宣传你的亲戚朋友啊。所以不要怀着好心做坏事啊。啊！你爱感谢，甲你鼓舞你来，即个你的亲戚朋友哈。好，过来，为中国来拢唔是啥物好东西，东西就是差不多拢咧骂人诶。好，因中国人，你算什么东西，对不？咧骂人拢用即句嘛哈。我毋捌听到人咧讲骂人，你算什么南北？毋捌嘛哈，拢嘛讲东西哈。好，啊！你即个。咱台湾出产香蕉甲山啊，哦，咱这品质是世界一流。山啊，香个甜个好食，同款香蕉。日本人有够爱食咱台湾出香蕉，
是什么原因？因为台湾开始有农业，嘛差不多第三、四百年，所以咱的土壤内底足侪好养分甲微量元素足侪。那是安那中国出产的物件较无好食，就是因经过啊千年来，拢一直迄个农地已经一直重复利用，内底微量元素拢都要吸了去。你讲像那美国出产的物件，货拢遐大，美国好像什么都大，好吧？我三十几年前第一下去美国，我看到因的芹菜，夭寿，芹菜光遮大枝啊！啊，咱的芹菜比买种啊较细枝，好吧？哦，所以我去美国看了美国芹菜，啊，佫长啊，遮也苦，好吧？啊，啥物原因？当然，一个是偏见，哦。第二就是美国因迄个土地。因立国到即嘛嘛两百几年咧，吼，就是因个土壤内底养分也阁足侪，吼。所以呐，你甲咱台湾的金蕉、甲山啊，你甲卖去对岸的厦门、漳州，这个闽南地区，这纬度差不多的所在，吼。咱的金蕉也卖无好介绍，因呐，厦门、漳州、泉州，因遐。嘛会当出产金蕉甲山啊，啊因生产的成本俗啊，咱的人工、咱的土地贵，而且你得阁包装，用船啊运过，这个运费啊因唔免啊，因在地的直接上市场，所以呢成本足低。所以你要去遐买，总共你用本钱哦，一斤比如五十块，你去遐若买，完啊卖五十块，人因讲二十块因就有钱赚啊呢，啊你。五十块，几个人要甲你买？吼、哦，除非个真正大有钱人要食进口的，吼、哦。所以你卖不到好价钱，你一定了钱，吼、哦。啊，你若甲咱的金蕉甲山啊往北卖，来卖予日本，好无？咱的金蕉山是日本东京，拢是台湾的介绍三四倍到五倍，吼、哦，这个介绍。啊，那么日本同款。那日本的来啊，苹果往南卖来卖咱台湾。咱早期雷山那边种苹果是台湾是无苹果，拢进口的。因的日本的苹果甲山迄落来啊，那卖来台湾嘛是三倍至五倍计价。日本钱伫日本东京三倍至五倍计价。所以台北的迪化街，包括。用个三凤中街，因咧卖叫做啥？南北货，对不对？你敢捌听迄迪化街讲，我这咧卖东西货、哦，东西就不是好东西啊、哦。啊，咱来看什么东东？哦、这个寒流，因为寒流来，我若像这个，我若伫屏东安尼较烧了，啊，今嘛来遮，啊，一工俩吼，一暝俩，我都干掉，所以。我对这个寒流，吼、哦，我做感冒啊，因为我已经感冒啊、哦，所以我对这个寒流特别感冒。啊，拜谢。那么，第二个沙尘暴，过去吼、哦，差不多十几年前才开始有发生这个沙尘暴的，尤其冬天啊，东北季风。为中国家飞过来，咱靠沙尘暴。啊，这个原因的形成是安怎？就是毛泽东，哦，这个人他算天才。伊迄阵吼，为着要超英赶美，有无？伊伫人民公社，就发动所有人民公社，拢爱起一个土炉啊，啊，要土法炼钢，有无？你毋知有读过土法炼钢无？结果把附近砖头遐树啊拢撮来做茶咧，吓，树啊撮了了，树后咧撮的，真侪树啊拢会准死去，伊无电管家通个光合作用，爱树根会烂，死了就开始烂。但是，遮树根本来就是咧涵养水分、水土保持的，啊你甲撮掉，遮根开始烂到尾啊，迄地区开始沙漠化，哦，已经无大丛树啊，因为树啊，大丛树啊，吼，
你一个生态森林就是要有大乔木、乔木、中乔木、小乔木、灌木、地被植物。安尼落雨时，大雨跌来，先寻着，较一路缓冲啊嘛。即马落来，迄个冲击力就愈小，中乔木、小乔木，搁落落来到灌木，搁落落来到即个地被植物，包括。你若伫森林，就一定啦。原始森林那种几啊公尺的这个树叶啊，所累积落来这个，像迄泥炭土，哇！啊，这种无直接土壤无直接互你跌着。你若像咱空旷的所在，尤其你若讲耕耘机碰过了，啊，若落大雨，迄本来就已经纷纷刷刷跌落，若大雨，就许老爷。所以这个水土保持真重要，对无？先进的国家，因尽量就无咧用杂草剂，吼，卖讲像咱厝脚，我若去看了即块园，伊的土脚拢无发草，我绝对袂去甲买伊的水果，还是蔬菜，安怎表示伊农用一定足习惯用农药的，所以伊遐拢袂发草。我家己做农夫，我知影，我家己种的红龙果。可以讲第一名，喂！我种红龙果，我是草生栽培，我无咧除药啊。啊，红龙果，咱台湾水果即，哎，即差不多三四十年，开始有这个东方果实蝇，就是人讲蜂啊吼，伊会甲你点放能伫个水果顶管，然后拔啦，你若无，像咱即卖水果拢爱用纸套。用塑胶袋套，就是要防止迄个果蝇来去叮，来去放卵。因为你若无包叮嘞，你办了成熟，迄糖嘛成熟孵化出来，所以多几人呐切嘞，哎有糖，伊就规粒单条，伊唔敢食，看人我要惊死。那么变呐，防止即个果蝇来叮我的红龙果，我用迄个用捏，唔是人工一只一只捏。用迄个一个性费洛蒙，甲讲诶拢成立诶，迄个物件内底吼，迄个药不同内底。我做你捏，甲讲拢捏开，无讲诶去配种，迄个无去顶你的水果，迄个都怕人未生。所以，我诶这个红龙果有一部分有时啊。会用遐布个来钉哦，钉到安尼，像个草草烂样一堆一堆啊。钉了，但是伊个愈合还是薄一堆一堆安尼，无好看。因为我迄个捕蚊灯吼，拢爱吊伫个树仔脚啦。啊，树仔脚附近加减会用钉，迄搭遐钉较严重。啊，较空旷个，迄即个果蝇个习性就是讲，伊袂爱去较光、较热个所在，伊拢会避伫个大樟树仔附近。啊，主要他出来订啊嘞，结果我咧卖水果是讲价格由我定，啊、哦，卖你来，我无免讲你卖，但是大部分拢爱排队，因为我物件卖到无够卖。外观虽然歹看，但是我的内容物真正一级棒嘞，无农药，甜个香个好食，因为你草生栽培。咱的根系会当发育较足好。那么你甲草拢除掉，遐根本来是拢伫表面的土浅浅啊，咧范围咧，咧取取迄个土壤内底养分，包括你施肥，伊真紧就接着。啊，你若草啊拢甲除死吼，阳光尤其七八九月上热的时阵，阳光晒咧，遐根就咧晒死。遐根让人惊热，所以遐根会长哩足深诶，温度较袂遐悬嘛。但是你长遐深，你即马也肥了，伊食无啥会着。比如讲，你有规顶管有做人工喷洒诶灌溉设备，无你敢若野来要等落雨有只，你也伫顶管诶肥着许老掉去啊，啊未食着，啊未降落到下骹着，大部分许老掉，所以施肥效率也歹。所以我咧用咧，肥料很轻省，我轻轻啊压一挂，人伊就食着。
所以我水果会做好食。啊，沙尘暴就安尼，即马无法度做水土保持，开始沙漠化，东北季风、气温因中国，哦，沙尘暴因的第一受害，啊，未来到咱遮拢较油的，所以即马有咧讲蛮害是0.2 ppm 这个，哦，那么赶快，沙尘暴是十几年前有，啊，这是毛泽东会使讲。作业啦，哈！伊无想到讲土法炼钢，而且钢铁爱有技术嘞，爱有好个设备，吼，爱有好个配方安做，唔怕做好个钢铁。你敢若用土法炼钢，听迄个土就是不具科学性嘞，吼。好，我阁讲一个毛泽东个故事，讲毛泽东嘛发明一部，因为迄阵开始有因人民公社开始会粮荒安怎，人民公社。我平平安尼做，我较骨力做嘛是食一顿饭、三顿饭，嘛是食安尼，台步同款。啊，我浑水摸鱼嘛食安尼，哦，大家拢浑水摸鱼，无认真做事，所以粮食产量哩降，感觉大家无够饭好食。啊，即马就遐政委遐书记就提，那人咧讲啊，恁即个人民工作生产的粮食价，无啦，拢要出价价，你嘛怪罪哦，麻雀有无？出价，那报给到中央毛泽东，我拢是出价价，后来发动所有人民公社的人分三班制，一班8点钟，24点钟安尼，加所有当天社会如果拢查出来，锵锵锵讲，赶遐鸟啊，也不要遐鸟休困，到暗时啊嘛咧锵，四个咧。啊！只鸟啊，飞来只啊，只啊咧锵锵锵，就飞迄边。哎呀，咧锵锵啊，伊连所在休啊，无拢无啥休困，三差不多三工，遐鸟无食无食物，无所在好休。逐只嘛软脚休袂掉，拢就到尾啊落了土脚。啊！人民公社人捡过去杭州把食食掉。第二年哇，出现更大的饥荒，因为。遐昆虫的天敌就是这些触礁，触礁是干那哩？这四个月，比如啊大大个弯落来，成熟去沾伊个，你该食遐米，遐稻米啊。迄一礼拜个哩食呢，但是其他时间呢，伊咧创啥？伊是靠食昆虫咧维持伊个生命，遐歹昆虫拢嘛伊食掉。啊，你即马个，这个昆虫的天敌。雀鸟拢杀掉，发生生态浩劫呐！无这个物件哦，病虫害，遐蠓虫愈发生一直一代两代，一直复制出来一堆，除了都大袂够，都迄个昆虫、蠓虫，或者毛毛虫，都拢把迄个绿色的部分食了了，安尼变得发得丢发得开，所以愈严重，所以迄阵夭死足济啦，好，啊，这个毛泽东。唔知影生态的原理，好，一些食物链、生态链，唔知影，好，好来，过来，即四五年开始靠这个雾霾，好，啊，这啥物原因？就是像咱台湾早期，哈，四五十年前，咱成立啥物加工区啦，还是即工业区哇，啊，向外国招商，结果。迄阵国民党敢若讲为着讲拼经济，拼经济，无咧管台湾的环境污染，所以像台湾地区有一个美国的公司叫做 RCA， 美国无线电公司哇，这较早是美国上大间的电子公司，嘛帮咁较早 GE 吼，人家拢上大间的，结果就是放纵，无管环保。无叫人爱做一挂环保设施，所以美国无线电公司伫通设厂，因遐电子要生产电子零件，爱用一挂化学个物件去洗遮电子机房，吼，生产一挂电子个零件，啊遐废水，伊毋敢甲排入溪林遐鱼海死啊，遐死若病毒人就随来掠来找。污染的源头，所以用掠着。
所以因准乌井，刚刚看到乌井是讲要为地下水甲抽起来，哎，这倒变哦，伊即嘛是用莫达，把这污染的水集中了，拢甲趴咧地下里，地下你无地查，所以真侪附近遮人，包括阿西耶因来即只咱只鲁港，食因。内底物件，也是去抽这地下水起来食，拢真侪拢罹癌率足悬的吼。所以这造成到即摆还搁咧，改成明年一月要判决吼。啊，这物件，这化学同款，咱迄阵就是牺牲台湾的环境权去赚一寡加工的工资，啊，这算也袂好，因为迄个污染落吼。几啊百年无法度解决，同款中国就是因1979年邓小平哦开始改革开放了，到今嘛，一直招商，世界上污染的人，先进国家拢不爱做，拢接抢去外国，去较落后的国家，像中国这个所在，来者不拒，恁外国不要生产，拢来我这生产，所以生产出来，这产生伫环境上有一挂。化学物质、环境荷尔蒙，哦，啊，就造成这个雾霾这款物件出来，哈、哦。OK。啊，这款物件你输掉是白黑了。哇，咱搁讲十分钟，咱点半钟、点半钟休困安尼好不好？那么，这个雾霾，你若输入边，加上化学毒物，你要到你的肺部，差不多无有益了哈。调、哦、理。爱看你抵抗力啊，有诶较早发作变作癌症、肺癌哦，即个物件就会发生。过来，就拿中国来郑成功，伊在台湾就是他成功，我们失败。安怎解释？荷兰人1624年来占安平，刚迄一年，荷兰人嘛去占纽约曼哈顿，哦，伊遐个开一个港口叫做。新阿姆斯特丹有无？阿姆斯特丹伫荷兰，哦，真大一个港口。啊，所以伊伫遐开迄个港口，甲号做新阿姆斯特丹。但是你甲看300几年后，即马，1624甲即马2014，390年后啦。纽约变作世界上大个都市，上先进个都市对无？啊，那么咱个安平呢？啊，咱以前佫有讲一路娱乐三万个，一路台南府娱乐就是鹿港、万个，台北这个龙山是这万个。啊，那么即摆伫台湾，台南变啥？输第一个台北多，输高雄多，输台中多，伊变台南第四。住台湾伊就无在了，变第一变啊，佮含全世界比，人纽约已经世界第一啦。如果迄当时若莫有郑成功来，咱也互荷兰统治，一直统治全台湾，哦，一直譬如讲拢无换头家，拢继续荷兰一直含咱甲咱统治。荷兰迄阵是世界强权，哈、哦，唔靠有法度驶大只船全世界咧走。迄阵的早期的中国啦，是讲咱台湾咱拢要个独木舟有无？啊，驶只船啊，还袂堪去。漂洋过海，过大海，拢是近海渔业呢。那么荷兰人如果来一直管教咱即马吼，咱即马拢差不多荷兰语做咱的国语，咱大家荷兰语就写写去。啊，而且咱跟荷兰人通婚，啊，这混血出来，查甫的烟斗，查囡仔水，佮大家高挑，好无？啊，可能头毛嘛变色啊。唔是乌头毛，好不好？所以，那开放观光，即马阿拉个来台湾观光，你看咱拢头个爱笑个观光，哦，拢180几、190几，拢安尼看。嗯，啊，佮头毛佮红红，啊，鼻啊嘟嘟，目睭佮落落，啊，佮讲荷兰语，啊，拢听无。啊，这唔是跟我们无共讲，伊就袂佮讲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对不对？那无共讲嘛。偏啊，独独啊，这维基佫袂通啊，这反邦
伊话嘛就佫讲咱反邦啊，那毋是堪面讲讲讲讲语诶，拢讲反，有无？所以伊先讲咱失败，好、哦。来，啊，大军之人，咱有讲过啊，212当无在了，好啊，做一条路。好嘞，中华民国在台湾，啊，我是较用即句，中华民国海台湾啦。不是中华民国在台湾，伊若莫来吼，咱嘛袂即满呢吼，大家活到足有足的，你有有足无？哦，非常有足吼。来，我来讲，啊，那台湾堪对话有无？这两个大清还是中华民国，咱堪面行较歪时吼，这就是拢咱堪全世界比咱拢上落后的时阵。好、哦，你看人东京，我四十几年前人印度。高铁啊，就是新干线有无？诶，咱是到阿边啊坐即五六年前，即高铁较阿边啊硬坐开呢，吼、哦。较早伊个甲咱唱，啊，迄破铜烂铁，啊，阵我捌听口音来讲，好啦，因若讲咱坐的高铁是破铜烂铁，安尼因若来坐因只国民党咧，若走来坐吼，可以烂脚床。口音我爱听咧，讲我听爱笑。所以这两个时代吼，咱看那边啦，行较歪，就是咱上歹的时代。吼，啊，有一个笑话就讲安尼啦，迄个马英九吼，伊坐直升机啊，带迄个白副总统，看迄个江院长，要去视察吼。啊，这直升机顶吼，直升机顶管。这江院长讲，好、哦、啊，我身躯有一万块吼，我来甲包做一包红包甲等落，吼、哦，啊下骹人捡到，这台湾人一定足欢喜。啊，这白副总统吼、哦，就讲迄个白海豚会转弯迄个，伊讲，嗯啊，你遐讲，咱若我要甲贴做两包红包，等落两个人捡到，哦，加一个人欢喜啊。啊，这个用毛咧治国个吼，这个。马英九啊，马英九讲，鹿茸就是鹿个毛啦，鹿个耳孔个毛啊。啊，莫怪呢，莫怪伊会用毛治国有无？用毛咧治国，毋是用头脑咧治国。好、哦，即马创一个叫毛治国。嘿啊，我咧想讲，即马朱立伦来选到中华民国，唔，国民党个党主席有无？哦啊，拄啊印证较早，即马爱去反攻大陆啊，较早讲反攻大陆爱个。杀猪拔毛有无？毛是毛泽东，啊，猪是朱德，朱德迄阵是共军的总司令嘛，吼、哦。我拄仔顶有杀猪拔毛安尼，咱那所有列军咧选举，讲我们要杀猪拔毛。朱立伦，他毛治国，那个广告遐，即嘛是广告对呀。嘿嘿，那即嘛吼，食一粒无效，可能爱食两粒吧吼。我讲到中华民国害台湾，啊对了，无啦，诶，等下国主阿未讲了，伫直升机吼，马英九讲，嗯，遐讲，那我个分做十包，吼、哦，啊，一包拢1000块个单来，那十个扣了，是毋是较侪人欢喜？啊，咧在直升机迄阵，外头讲，你若无爱家己包做一包单来吼，安尼全台湾2300万人拢欢喜。啊！真正中华民国来台湾，真正害台湾，害了有够惨，有无？为蒋介石啊，一直到即嘛，吼，拄啊，敢若李登辉甲陈水扁做总统这段时间，台湾人心较安，较袂讲因为讲唔对话，迄种掠去关有无？较袂迄个白色恐怖的气氛。来，哦，搁一粒，一粒臭石头啊，臭头啊，拢有无？老一辈讲，哈。我甘愿吼，先着美国等伫广岛长期这两粒原子弹，也袂瘾先着这粒臭石头啊！哦，这个遗害百年，人迄个广岛长期20、30年后重建的拢好势啊！这个吼，搞真了遗害台湾，真侪要伫校园内底吼，因迄个铜像拢要滴的呢吼。哦
包括建国中也讲，伊个铜像要滴个，啊，高雄迄个本来伫文化中心，迄阵啊，多啊些呢，哦，坐伫个大厅安尼，迄阵乌人又陈举，甲大细十几块安尼拆掉，哦，迄大快人心。所以阿哥我伫高雄会做，敢那即卖南天后无，就是讲南平的这个天后，就是。迄阵赖清德还袂起来吼，伊伫台南都算上有权威吼，算有人要嘛要讲伊起来，安那去选总统来，所以这个你中国来拢唔是啥物好物件，就讲到先讲到这来，啊，咱来分析，像咱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讲，台湾甲中华拢唔是国家，啊，咱来检讨看卖，伊伫2004年10月25日。在北京咧访问的时候，记者咧甲问讲，台湾甲中华民国伊个地位是啥话？伊讲，中华民国唔是国家，台湾嘛唔是国家，台湾无享有国家主权，吼、哦，伊安尼讲啦。啊，这是因为台湾是美国境外的国内，吼、哦，即我好安尼，就是讲，台湾虽然是美国占领，但是你美国人买来台湾，嘛是爱用伊个美国护照，才会当入来台湾。但是讲国内就讲，伊阁用美国台湾关系法，这是美国的国内法。因美国人伫美国参众院所拟定这个台湾关系法，咧拟定的是无招咱台湾人参详，无招咱台湾人做去开会去拟定无。因家己拟定好，经过参众院高票通过，阁进行实施。要带台湾实施嘛，免甲咱台湾人讲。所以。伊嘛，甲台湾当作伊个国力，用这台湾关系法咧，甲咱管，咧甲咱掌控。啊，这是因为美国对台湾有管辖治理权。啊，当然即嘛是委托台湾地理当局代理伊咧管台湾。好，那么是毋是国家？有一挂认定的标准，有四项：第一，爱有领土；第二，爱有人口；第三，爱有政府；第四，爱有外交官。安尼，咱先休困十分钟，吼，大家休息一下，好，十分钟啊，咱再过来上课，谢谢，休息十分钟。